好，挑战好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路上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今天来到大安森林公园站。大安森林公园就是台北人的后花园，所以其实在这边有非常多不同的生态，有很多人都可以运动，而且我们等一下会去的那个露天舞台，以前五月天啊，还有这边开过演唱会，那我们就过去看看好了。好，走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啦？哎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没有啊。现在是怎么回事？没有啊，就在录影啊。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拍找老师。哎，为什么都不看我一眼？我有不看他吗？有。我有吗？有啊，看你两眼了。到底是怎样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是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有松鼠哎、欸！没有人要理我。这是未免也太故意了吧？就没有，真的没有人要理我。到底是怎样？他是不是看我不顺眼啊？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好安静哦，只听得到鸟叫声。你川哥，川哥，你看，你看那边树上，哎，你们怎样？为什么鸟会这么远？松鼠哎，松鼠在那边呢，有松鼠哎，怎样？还有路，哎，树上超多鸟的，那是白鹭，对啊，好可怕哦，那感觉过去那边，如果他们在上厕所怎么办？有大便。天哪，还以为是下雪耶，太恐怖了，好恶心哦。哇，真的好远！我们该不会迷路了吧？那边啦，那里。那我们走前面。要走那里吗？那就走那边有一个小路进去好了。小路。哎、欸，你们都不讨论游戏啊？那我就喊舅舅就好。你们两个商量啊。他不是四个加起来不能舅舅吗？不要超过就好啦。那你喊舅舅不只有一个？不是啊，是四个加起来不要超过啊。对啊，你舅舅只喊一个啊，需要喊四个数字啊，喊一个就好了。喊一个数字啊！啊，喊一个数字啊！所以我们只要喊999就好。对。哦。好了，我受不了了啦，好尴尬哦，开玩笑的啦。想说你们太奇怪了吧？为什么讲话又没有人理？然后这样一来就开始，你问春哥。哦。是我害的哦，不要说我哦。我不知道，好像是我，但是我不知道。我就是他，我就是他，我就是他，我才没有讨厌你，应该是真的讨厌我吧？他超可怕的。我没有，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人，是这样的人。没有，等一下，你们现在是要反整我吗？等一下，可是他反整我很不合理耶。好，我们开始游戏。他是被职场霸凌。不要跟我生气嘛！啊，手铐跟脚镣，这是我刚刚整瑞瑞的报应。我也是有靠好吗？那为什么大姐？所以缺了一只手，怎么办？我觉得瑞瑞现在跟我说话有情绪。我觉得我平复不了这个情绪，我现在感觉我没办法对你。我觉得你现在入戏了。我没办法对你冷静。怎么办？我蛮想暴走的。那我哭给你看，不要生气嘛。哭啊！好凶哦！天哪，赶快靠上脚镣，看他会不会觉得我比较可怜。我也会被靠。Sorry. 你有肉吗？你哪有肉？那你把它放进去。新人都说好话了。没有，我说真心话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这么虚假，好吗？我们刚刚只是在演戏。哎呦，心好累啊！我也要回家，我也不录了。Are you ready? No.
们刚刚已经有一些想好了，就是我们的手如果都到100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执行作弊模式。因为刚好紧张，我现在跟脚一直在动。刚瑞瑞有发现一个就是可以作弊的方法。你为什么要说我发现？是你发现，你很厉害啊！哎，你还在跟我生气耶？我感觉很像我很会作弊一样。我们是公平公正的一个游戏。欸、你手不要，你手不要动，他手不要。那你还说我不可以作弊？他手在动，不是、啊、他没有那个动作，他手在动。哦，这样才有，这样才有。欸、我们手今天几步啦？春哥可以帮我们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你是我很 OK， 我很 OK。你几下？我现在不能讲，啊，不能讲，为什么不能讲？你是有八脚虫跳，这样很 OK。这样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停下来？那你现在几？我看你。可以，是吧？你看着可以吗？川哥，我一直看不到那个跳舞的画面。故意把你弄好。哎呦 ，OK 哦，哎呦，快到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，哎，可是我们要超过600多下，哎呦，那完蛋。对啊，我们要再，哎，不，100，我觉得你，啊，不是一年那么快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啦？那手表到了，34秒。欸、可是我怕我不到，不到怎么办？后面我们两个加起来啊。好，接着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。你为什么手就八下？啊，我只能八下而已。我不知道啊。为什么就八下？啊，你呢？欸，一边90。等一下啊，看一下。一边多少？一边90，一边42。90，40，来脚。28。看你的脚。手脚。脚是几？看一下。145。145。脚比较多。放这边。147，啊，你的？不知道怎么办，完蛋了。你的？我跟脚抬起来，脚抬起来的。会不会是老鼠屎吧？哦。什么？哦。什么啦？156。嗨，吓死我。对不对？哈，是不是多踏了一步？要算140。142。76。哎，川哥，你怎么偷偷帮我加一下？我刚不是说141吗？不可能没过吧？应该会，一定超过600下，但一定没有超过99。有超过，其实我们好棒哦 ，Bravo！ 哦，很紧张，这是一个最紧张的游戏，优秀，最紧张的一次游戏，因为他们刚刚说我们不可以不动，我们一定要跳。对啊，好怕超过 ，Bravo！ 我们太优秀了。那请问我们完成这个任务的目的是？老师可以出来。老师为什么自己出来？老师，请问一下老师，我今天是大暴走，老师这老师惹到我了吗？老师惹到你了吗？是我惹到你了，骂我就好。老师不敢出来，我们玩的游戏。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吗？老师，要请你出来，真的是好累哦。目前为止最辛苦的一集，真的好喘。刚才看到你们跳得非常辛苦。老师，你在旁边看到，为什么不直接出来拯救我们呢？老师，对，我觉得老师要一起跳啦，还是要出门也一起跳一下？哦，不用，我们不要再跳一次，不要跳一次。会同手同脚。好，那在大安森林公园，我觉得这边很多运动的人，对。然后现在变成这样也很奇特，有看到鸟，然后看到树，哦，那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大安森林公园的历史，这样是50年前吗？没有啦，对对对，没有，我想要从100年前开始讲。100年前，哇，老师，那你保养得宜耶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保养秘方吗？没有啦，我去查一些资料。对，那这个森林公园呢，其实在1930年，我们现在是2022年了哦。1930年呢，它就已经规划成一个都市的肺这样子。好，那当时呢，台北市有很多公园，那我们看到这边有很多小鸟、大鸟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些鸟会来这边吗？是因为这边绿色的。树木特别多，对，然后有生态水池，对，有生态水池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当时规划就是我们北边有公园，南边有公园，东边、西边都有公园。那怎么样串起来呢？就规划了很多的绿廊道，好，也就是仁爱路跟以前建国南北路是要规划成这个绿色的道路。但老师，我这样很好奇，所以其实是只要有绿廊道或者树木特别多，生物就自然会在这边聚集吗？对，那小鸟呢就自然在这边，我们只要把它整理干净就会聚集了。好，那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，有很多摄影大哥，然后架着三脚架，然后有100多个都在拍五色鸟，对不对？对，
所以这些呢都是因为有这样的绿廊道，让我们有这样的环境让它可以进来的。那为什么会特别选在大安区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大安森林公园？对啊，这么市区的啊，而且那边地蛮贵的吧？对，我们现在是市区，可是在1930年代，它是都市的东边最边缘的地方啊、那当时的政府呢，想说要把台北市扩张一直到东边的山边，所以呢就选中了最中间，然后规划一个最大的公园。50年前我小时候、其实这边有很多人居住的、那而且呢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观音像、有没有想要知道说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多人居住在这一边？想好啊，老师位置我们也只能说想。我小时候都有一個，其实也还好。对，我小时候有一个行业叫做捡破烂，也就是今天称的资源回收。所以有很多比较弱势的族群，老人家哦开计程车的，或者是当时是拉三轮车的、或做资源回收的老伯伯，他们就居住在里面。所以呢，有一部电影叫做搭错车、就是在这边拍摄的，讲这边的老人家、或者是这些教养的故事、那大家可以去把它翻出来找出来看，也就是我们的资源回收。不过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这边还有一个最大的观音像，对，那是因为那时候人特别多聚集在这边、所以有一个信仰在，所以才会放一个观音像。对，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寺庙就立了一个很大的观音像，是杨英峰所设计的、后来意外的我们再把这些弱势族群呢改成公园之后呢，这个像很意外的还保留住。那那边是可以拜拜的吗？其实不行耶、公园怎么会放一个神像呢？有这样的这个公共艺术的这个过往、那我们民政局也规定说这个神像不是膜拜用的，是一个公共艺术品这样子。为了请老师出来，我们也是运动了蛮久的，突然觉得有一点累耶。对啊、老师我们好累哦，还是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吗、休息休息，我就喜欢休息。对，看你们跳那么累哦，那就到我们那边去喝个茶吃个点心吧。哦，老师带路耶。好耶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好，我是沈瑞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爱丽丝。这几个礼拜我们已经带大家走跳台北非常多有趣的地方，还有有趣的景点。如果大家还想要知道台北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，就继续锁定我们悠悠台北台哦。没错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之后见啦，